我俩有一个共同的心头上你才过瘾是不是？怎么样，还有木瓜皮呢，大小够做顶帽子，嗯，要不要试试啊？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教养，很生气是不是？省省吧，进屋去没错，木瓜帽戴起来比木瓜子难受哦。送给你这没有教养的人一句忠言，如果你是人家女儿，请你的父母好好管你，如果你是人家老婆，请你丈夫给你一顿毒打。去你的。哎，听了别失望，我的父母在南部，丈夫还在马路上的人群堆里，毒打，哼，你等着瞧吧，哼。哥，台风很重要的，男人要这么站，这个女人呢要这么样走路啊，要一直线，夕阳浪花和大海，要是腿分开啊，我俩蓝斯，不是我奉承你，真棒啊，明天上一次欢乐年华怎么样啊？9点录影。对不起，我没空。海风一面吹，小李怎么样？那还有话说，曲词都做得很好，而且录音是一次 OK， 要不要听一遍？不用了。哎，欢乐年华也算是大节目，你又何必坚持不上去得罪他们？别忘了，作曲是我的职业，在电视上哼哼歌只是凑热闹。我得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只有一个门。落地窗前面有棵木瓜树，顺着爬下去问一楼的主人借的路就可以出去了。不会爬树那就走大门好了。你不好意思啊，要我避一避，我出去散散步，你慢慢走。等一等，
事啊？可以麻烦你开灯吗？当然可以。不过说不定哪天在什么地方碰见了，对你是不是尴尬了点儿？无所谓。指我？嗯，我的咖啡冲得不错哦，待会儿你喝了一定会赞美我。嗯，我姓沙，沙兰斯，你呢？唐吉，唐吉，好名字。尝尝我的咖啡。当了梁上君子，还没有碰过像你这种人。你实在很奇怪，一点也不紧张。你不怕我恼羞成怒动你一刀？我没有给你恼羞成怒的机会啊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走？算我倒霉，碰到你这种人，突然间有了羞耻心，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。这个你带着，不要拒绝，我知道你需要。可以交你这个朋友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来，把钱收下。别给我，我并不打算做一辈子的小偷。我要走了。谢谢你的咖啡。常来。哎，要不要数数看木瓜少了没有？昨天的木瓜好吃吗？味道不错的话，无限制供应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变得那么友善啊？我昨天很凶吗？凶得像我欠债不还似的。可成，可成啊，你在跟谁说话？等你开饭了。我马上来啊。我妈在叫我。哎，我叫乔克成，交换一下吧。沙兰斯。沙兰斯，我进去了。盖的吧，这沙兰斯就是沙兰斯，你看那气质，完全合乎我乔克汉的标准。哎，老五他什么时候迷上了沙兰斯了？你瞧那专心的样子。五哥，你不是常骂我看电视最堕落的吗？
又看到你了。嗯，修正你的用字，应该说又注意到我了。我们天天碰到，只是我没注意到你。我也没注意到你啊。哎，自尊心用不着那么强，我的话可没有伤害的成分哦。那你心地还不错嘛。嗯，没看到我一脸慈祥。一脸慈祥？您高寿啊？哼，还差26岁就50。哦，那是蛮老了。哎，当心点，要是从上面摔下来，一身老骨头打上石膏，多不方便。谢了，我这个人老当益壮，摔了也没事的。嗯，的确，你那身破布大的像个降落伞，嗨，就是爬到顶楼往下跳也安全得很。哎，我睡衣惹你什么了？你少欠揍。哦，那块破布就叫睡衣啊。好，就叫它睡衣。不过你那么大岁数了，穿个睡衣成天站在阳台上，有点欠雅观吧。王八蛋，哼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看木瓜。乔工程师，哎，你来。有事？我刚把几件审核好的公文交给监工啊。今天有你一封国外寄来的信，我顺便给你带来了。谢谢你。你怎么不看？我以为很重要。是同学寄来，回去再慢慢看。啊、哦。陈小姐还有事吗？没有，那我走了。乔工程师，再见。好几天没看到你，很忙吗？哎，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哎，老五，你的流星里写的什么？哎，请问一个27岁的人能不能保有一点私人的秘密啊？哎，哼，啊，是谁打破的？嗯，老五，嗯，你在搞什么？我跟楼上女孩聊天。哎，五哥，这种通信的方式啊，未免太原始了，得设法改善改善。
很久，人家歌厅还要赶场，莱斯，帮帮忙吧，等一下骂起我来，可有好几张嘴呢。你是说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？哎，话不是这么说吗？实在是他们也赶时间嘛。这样好了，你跟导播说，我今天有事，补个人上去。哎哎，莱斯，拜托拜托了，这节目表都已经发出去了。再说你走，这节目谁看？我实在不行，我真的有事嘛。好吧。我去跟导播商量商量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大概提前路也来不及了。你跟导播说坏人，代我向他道个歉。哎，对，兰斯，兰斯，这样。哒哒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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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哒哒哒哒。今天迟到了，谁规定我非得准时坐这儿啊？哎，我们把距离拉近点好不好？多近啊？比如说喝杯咖啡或者吃个饭怎么样？面对面啊？对，面对面，你不需要往下看，我也不必老仰着脖子往上看。平起平坐？平起平坐，你很方便看到我，我也很方便看到你。眼睛对眼睛，对，眼睛对眼睛，都看成斗鸡眼了。哎，你等着，我马上下来啊。哎，你是说马上？嗯。干嘛？你等人有瘾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习惯。哎，你就穿那身降落伞下来。我要修正你，这是睡衣。哼。哎。我约的是你啊。废话，那个穿降落伞的呢？可乐的罐子没打到你，不过瘾是不是？哼。哎，老五，你真有本事啊。他是谁啊？楼上的。老五，他真是沙兰斯啊。哎，哦呦，我的天哪。哎，他就是那个自己作曲自弹自唱的沙兰斯啊。我今天忙了一天，饿得要命，你到底还要不要请我吃饭了？上来呀，你站在那儿干嘛？哎，老五，快去嘛，你怎么呆了？哎，你推摩托车干什么？哎，我总不能走路去吧？哎呀，沙兰斯在等你上他的车，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？真土，好像没交过女朋友似的。去去去去，快呀！我对心理学稍有研究，你是个过分自尊的人，我敢打赌这辈子你没有交女朋友的命。反击的话准备好了没有啊？
有一种人令人反感，哪一种人你知道吗？骄傲与过分自信。哼，我为什么不可以骄傲？从幼稚园到大学，上台领奖的永远是我。你知道我大学念什么？听到了会把你吓到。电机。毕业的时候，我第一名。听完我的话，当然有了。你有权发表你的优越感。优越感？嘿，你又说对了。我随便做首曲子送到唱片公司，他们都认为我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。电视公司听了我的声音，如获至宝。嘟嘟嘟嘟。哎，街上巷口那个是你的谁呀？我弟弟。你老什么啊？老五。老五？嗯。为什么叫你老五？像个店小二似的。我妈生了七个，我排行第五。哇，你妈妈真厉害。嗯，我怎么只看到三个？都成家立业搬出去了，有的在住校。嗯，兄弟姐妹太多了真不好。你爸爸妈妈不响应节育计划，我家就我一个，我是在娇宠中长大的。从小我就有一个观念，我可以随心所欲。好了，我们各自走路吧，别一副有人拿枪逼你坐那儿倒霉相。放你一马，再见。哦，我要修正你的观念，平常我不是个话多的人。我回来了，准备吃饭了。啊，我吃不下，我要休息。哎，老五最近有点不对劲呢，会不会工作有什么问题？什么工作有问题啊？他们老板对他欣赏的不得了。爸爸，你问我好了，我知道一半。什么？你知道一半？哼，五哥啊，跟楼上的那个女孩子谈恋爱。前几天啊还约了他出去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哼，爸爸，我看不怎么乐观。楼上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啊？我的天哪，爸爸，你真像妈说的一样，除了赚钱养家什么也不管。咱们全家上下谁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沙兰斯啊？沙兰斯是谁呀？爸爸，你不看电视，总有翻翻报纸吧。沙兰斯啊，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歌星，他自己作曲，自己弹吉他，哎呀，那嗓子真美，脸型真迷人，真是没话说啊。那个罐子掉了好几天了，你爸爸就跟没见着似的。他还会注意什么歌星不歌星的？你放心，老五的个性我清楚，从来没有跟女孩子交往过，难免情绪有点变，过两天就没事了。欢迎啊，请坐。我领了薪水。哦，有工作了。现在是正派人。什么样的工作？来，广告公司的外务员，我很卖力，很敬业，你赐给我的。待会儿我们一道吃饭啊。哎，别搞错了，我今天是带着薪水带来请你的。把钱留下来交女朋友吧。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长怎么样？男的，
你们会成为好朋友。您男朋友啊？也许再过几天吧。我有客人，我可以摘一个木瓜招待朋友吗？没问题，最好把整棵木瓜树连根拔走。少啰嗦，哎，请你做陪客怎么样？做陪客？嗯，好啊，现在就上来。哎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我沙兰斯的招牌菜，乱七八糟。乱七八糟。哎，你要不要来点酒？好啊。哎，你真特别，怎么把酒藏在里边？你好笨呐，摆在这里可以保密，连糖橘都找不到。这凶悍的女孩智商是高，不过这智商高的女孩不太容易追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正在有计划的追她？我鼓励你，你够条件，我要有点造就，非跟你竞争不可。谢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沙兰斯长得很像电视上一个唱歌弹吉他的女孩？我看也有点像。哎，他就是那扛吉他的。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居然不知道那个很有味道的女歌星就是沙兰斯啊。听听我的新曲，不必给我意见，纯欣赏。40分钟。哎，迟到40分钟也不是什么滔天大罪，请你把声音放柔和一点。算了，为了这跟你吵架划不来了。我要修正你。你修正我什么？迟到40分钟不算过分，既然迟到了还不慌不忙，半点歉意都没有，这都不说，居然还理直气壮要跟我吵架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蒙古血统。你少来，蒙古血统的人就不讲理啊。哎，追出来跟我道歉啊？不是。不是，我是等人来道歉的，既然不是，我走了，再见。道不道歉，我们起码有点时间商量嘛。我给你3秒钟，1秒，2秒，3秒，时间到，道不道歉？道歉。哎，要不要我帮你扛吉他？本来就应该。你从前交过几个男朋友？没见过，不记得了。交往得很深吗？
你申请的标准是什么？第一类接触，第二类接触，还是第三类接触？你的话我不懂。亏你还是个现代人，连大家经常讲的话你都听不懂，年纪轻轻的，思想还停留在祖父时代。把你的表情放轻松一点可不可以？活像我说了什么天诛地灭的话似的。你与历届男朋友的情况呢？嗯，哎，你不愿意回答也没有关系，我不强迫你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的天哪，乔克晨，我真想一把掐死你！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根嘴唇呢？其他人都不懂问题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闭上你的乌鸦嘴！乔克晨，你是个表面斯文、一脑袋肮脏的王八蛋！你让开！不让！给他打在身上不是不会痛的，你搞清楚！蒙古血统的人就那么没有人情味吗？让开！你今天真的不妥协？废话。那明天呢？明天我要回高雄，现在你别挡我，你再挡我，地下真的会打在你身上。起这么晚把你吵醒了，没关系。妈，把你吓坏了吧？我才不意外呢，这种事啊，只有你才做得出来的。你耳朵好尖哦，居然听得出你女儿按喇叭的声音。哪里是我耳朵尖呢？全高雄的人都听到了。哎，不是说好明天回来的吗？哎，现在不是明天了吗？我女儿回来永远只有迟到，没有提早的。说实话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说呀，别老盯着妈看呢。妈，你看我信任吗？兰斯啊，你这趟回来的很奇怪，你一直是个很有自信的人，怎么会有这种没有把握的问题？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没有谁能骗得了你。是什么样的男孩啊？嗯，一个自封有道学精神、死不长进而又洋洋得意的建筑工程师。哦，认真吗？嗯，好像。如果不认真，你也不会专为这个回来。妈赞成，你已经是谈恋爱的年龄了。放你一马，我知道睡眠对你很重要的。你去睡，女儿更重要。好了，妈，你快去睡吧，我要在客厅坐一会儿。要想那个死不长进的，又被你猜中了。还有事啊？爸爸又不在家。傻孩子，谁规定丈夫一定要整天待在家里啊？啊，你去睡吧。啊，一个事业做得像你爸爸那么大的男人，有家庭以外的感情，并不是太可怕的事。兰斯，妈不要你看得太严重哦。妈，我觉得你太懦弱。事实上，你又不是一个懦弱的人。两个人共同生活久了，很容易受第三者诱惑。何况你爸爸有那么多好的条件，当然会令女人动心，懂吗？
并不是容忍你爸爸在外面的行为，而容忍的是很多人无法克制的本性。妈，你是个不平凡的人，不要那么快赞美你妈。今天告诉你的这些话，是我用好多年的时间挣扎来的。你真以为妈生下来就这么潇洒？我曾经有两张脸，我用一张脸笑，一张脸哭，直到有一天我摆脱了原有的人生态度，我才恢复了一张脸，一张笑脸。现在真的快乐吗？为什么不快乐？我有一个已经长大成人，不需要操心的优秀女儿啊。怎么，这么年轻就不想活了？你的脑袋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在想我？答对了，我从你回高雄那分钟开始就没停止过想你。没救了，我是爱定你了。是不是有很多肉麻兮兮的话要告诉我？是的话就上车吧。占据了我，我每天24小时全部都是你。真的那么严重吗？嗯，无药可救。都是连名带姓的叫，突然叫出蓝丝，好滑稽哦。哎，我总不能一辈子连名带姓的喊我老婆吧？是你的。你到底清不清楚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吗？你骄傲，自己以为强过任何人，你坏脾气，不能忍受半点委屈，你要全天下的人都注视你，欣赏你。不过这个我承认，你有条件玩这种个性，可是我却没有条件做任何男人的妻子。这我也承认，你不是那种丈夫回家时会摆好菜饭的女人，也不是丈夫情绪不好的时候能够耐心地等待他开朗的女人。而你最没有条件做男人妻子的地方是，不会抬头看身边的男人，永远只是用眼角去打量他，即使跟他在热恋中。嫁给你，老五，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像你知道我这么多，把我看得这么清楚，了解得这么透彻，我要嫁给你。嗨，好小子，穿西装发达了，怎么样，一表人才吧？嗯，还真像回事儿。怎么，捡到钱了？今天我加薪水，想请你，不能拒绝哦。好啊，可是我跟老五已经约好了。一起请啊。跟老五约在哪？家乐。我们一块儿去，不过先陪我回公司一趟，我得把支票送回去。好。你等一等，我进去一下。嗯。
这是赏我饭吃的老板，这就是偷了他东西还放我一马的沙兰斯。我姓曹，曹树威，唐吉常谈到你，实在叫人佩服。佩服，好像我做了什么英雄事迹似的。哎，我们该走了。好，沙小姐还有事。嗯，我们约了朋友。老五，我们待会儿怎么见面？今天晚上我们恐怕不能见面了。你今晚有事啊？对，公事。好吧。哎，兰斯啊，嗯，你想想看，只要两个月的时间呢，能赚一大笔钱，又可以逛逛欧洲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呢？哎呀，小姐，人家指定是要你嘛。嗯，也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那我马上去打电话，今天晚上见面聊聊。好吧，反正今天晚上也闲着。小姐，嗯，曹先生，你一个人呢？哎，等朋友。等你，陈少泉有事不能来。原来请我到欧洲演唱的人就是你啊。是的，请坐。嗯，拆穿你请我到欧洲去的目的，还是我自己坦白好了。要有机会接近你，这是最好最自然的方式。你不晓得我很能拒绝人，纵使你不惜下功夫。我只是在冒险。现在宣布你的结局，你冒险失败了。啊，这个结局比我想象的更糟，还没有冒险就失败了。嗯，不要一副被苦无告的倒霉相，你知道吗？我正在恋爱，而且是热恋。这样吧，哪天我失恋了，被人甩掉了，再来追我。我现在正爱的，坐下吗？好久不见了，乔先生，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吗？嗯，啊，这位是陈爱云小姐，这位是……啊，你好，对不起，我那边还有朋友，我得过去了。乔先生，哎，你再见。刚才那位陈小姐是公司里的秘书。闭上你的嘴，我们都是现代人，没有谁规定谈恋爱的时候眼睛里只有对方。新的恋爱观念是彼此都可以有私生活，哼，这点观念我还有。你你这种动作我很不喜欢。我也不喜欢，我不能让一个爱我的人误会我。乔克晨，你有没有觉得很恶心？1978年，你还在迷恋这种老剧情。兰斯，懂事点，花十分钟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没兴趣。你会是这种不可理喻的人吗？你现在才知道。走，我们上车。哦，兰斯，不要太娇宠自己的个性，迟早你会后悔的。怎么回事？一言难尽。
哼，现在你后悔了？像个大人样子，我们不要玩这种小孩游戏了。你不要拿话来激我。该解释的我都解释了。公司的老板请客户吃饭，陈小姐是公司的秘书，说我有错误的话，就是不该跟陈小姐先到。现在我的自尊心用完了，如果你仍然那么不懂事的话，我就要走了。没有人留你，你滚得越早越好，最好楼梯惩罚你，让你滚下去。乔克臣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，乔克臣，从现在开始，当你想打我的电话、按我的铃、敲我们的时候，请注意一下，你已经没有那个权利了，最好放下那只手，以免自讨没趣。站住！我的话还没讲完。你看清楚那天跟我一起吃饭的人吗？曹树威，一个年轻而杰出的男人。我是个有眼光的，绝不会学你。你是个最差劲的男人。你今天有心事，是不是为了他？在他的世界里，只有他自己。好像容纳不下第二人。她是个奇特的女孩子，在现实生活中很不容易遇到。纵使她永远是那么反常，你晓得爱情能产生多大的力量，包括谅解与委曲求全。我了解，为什么不用你的爱慢慢去改变他呢？别妄想用任何力量去改变一个人，要跟他在一起，唯一可行的就是我配合他。你对爱情的态度令我感动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我想他是爱你的。他能像你多好，那么温柔，善解人意。我实在是个很不起眼的女孩，很多人常常忽略了我的存在。那他们一定是没长眼睛。我说了你也别难过，他对你的感情是另一回事，但你太过分了，你让爱你的男人到后来不晓得怎么去忍受你。唐吉，我是很认真的在爱他。我知道你认真，如果我是老五，我就不会谈这种没有自尊的恋爱。你真认为我做得太过分了吗？我只是照实说出我的想法，你可别生气啊。我要是交个女朋友这么凶，我宁可天天上教堂做礼拜。沙恩斯，唐吉，你告诉我，我真的可怕到男孩子宁可天天上教堂做礼拜吗？我胡说八道惯了，你当刚才那句话是放屁好了。不，唐吉，这是你今天讲的最有建设性的一句话，你一定要好好回答我。我不能代表天下的男孩子，不过只要不是神志不清，我相信这种恋爱到后来他们会疲倦的。哎，有人给你递纸条，不拿起来看看吗？愿意面对面的话请马上抬头。适合散步，我今天约你出来
主要是跟你道歉。我也有讲理的时候。我妈说过一句话，我太任性，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兰斯，你对那个女孩没有任何念头，是不是？我解释过了。你晓得，爱情使一个女孩心胸变窄吗？放宽她，我脑子里没有第二个女孩的念头。如果另一个人比我更适合你呢？合适的人并不一定有爱情。愿意忘掉我的坏脾气吗？我去开门啊。嗨，乔克臣，你们女儿的男朋友。来，请坐。我们一直希望能见到你。没见到你之前呢，我就对你很熟悉了。兰斯啊，一回家就谈你。来。准备在台北待多久？啊，会多住几天吧。兰斯的爸爸这次上台北，顺便有一点生意上的事情。哦，别紧张，虽然在台北要多待上几天，绝不影响你们年轻人的时间。你们聊聊。佩蓉，来，我跟你谈件事。哎，我。哎，你今晚要录影啊？嗯，九点。那，你不能陪你妈妈了。她跟我一道去，你也得去。你爸爸呢？啊，他呀，才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呢。他总会有理由离开我们的。兰斯，你跟克晨陪你妈。我约了一个美国来的朋友，我们谈点事。我出去一下啊。我说的对吧？妈，要站着，坐下吧。啊，请坐。请容易啊，所以我就不笑啊。你爸爸就这么说嘛，我们这个女儿啊，好像跟人家有什么血海深仇似的，不笑不动，绷着张脸。要说爸爸，他就喜欢蛮热闹的吧，你看。哎，怎么了兰斯？还不错吧。漂不漂亮？没有你漂亮。要死了，怎么可以？他怎么可以？柯晨，这还有没有别的出口？要躲的是他，不是我，不是光明磊落的我们。不是要躲他，兰斯，这是你的工作环境，四周都是你的同事，闹开了，别人会怎么议论你？你不必受这种议论，是不是？我已经受到议论。待在这儿不是聪明，我们走了。不要给我意见，不要给我意见，走开。漂亮。嗯。我们带兰斯走。走。不走。哎。兰斯。为什么这么没有尊严的人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父亲。怎么了？兰斯。哎。哎。哎呦。哎，他是他爸爸呀。这怎么搞的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佩蓉。我真的。你伤了他最重要的东西，自尊。你疯了，你简直不是个正常人。我是疯了，你给我滚！
有没有一点理性？我不了解你，兰斯，你真是我无法了解。不让你了解，你是个混蛋！你听着，只要我活着，我这辈子嫁的人绝对是你。兰斯，你出去。你就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你不走，我走。兰斯，你爸爸是错了，可是他这样向你道歉，一个长辈向晚辈低头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佩蓉，一起回高雄好吗？不要让我一个人回去。兰斯需要你，我更需要你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以后再恨我，跟我一块儿回去，帮我度过这段日子啊。兰斯，你这样对待他比他犯错更重，你晓得吗？妈，到这种地步你还原谅他？可晨，我把兰斯交给你了，帮我劝劝他。谁都不要理我，我走。阿云姐，请喝茶。谢谢。擦擦脸。坐。可晨这几年来在公司里得心应手，完全是你这个做秘书的功劳。伯父，您太夸奖了。柯晨是我的上司，他一直指导我。老五，这孩子太不像话了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？妈，哥哥回来了。柯晨。陈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很累，不能招呼你了，我先到房里躺一会儿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再坐一会儿嘛。不了，伯母，改天我再来拜访吧。伯父，再见。哎，好。再见。再见啊。老五，你送送陈小姐。我知道我来的不对，让你们家人误会。那么热烈的招待我，你一定很尴尬。没的事，欢迎你常来。我觉得我不该来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沙兰斯在你心里的分量，你对我说得够清楚了。我只希望能做你的好友，了解你，关心你，你不会拒绝吧？我们是朋友，应该常常来往。我想兰斯也不会介意的。我自己走，你回去吧。我还是送你好了。没关系，这种时间我喜欢一个人走，别送我，再见。真的，别送我。爱得这么深吗？兰斯，天下没有一个可信的男人。哎，兰斯，请问您这次到欧洲去演唱多久？大概两个月。啊，请问您第一站到哪里？第一站到巴黎。您还有其他新的计划吗？详细情形请问我的经纪人。嗯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好，快点回来。妈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机场。我决定到欧洲去了。一路要小心，自己保重啊。嗯，再见。唐琪告诉你的。半个钟头前，他才找到我。那他待你还不错。
通风报信，你算是又交对了个朋友。让个路可以吗？跟我回去。中华航空，你认为你是谁？你又以为我是谁？四个字就可以改变我的决定。我发现你开始不认识我沙兰斯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好，你说怎么样才能让你离开这个地方？请你让开可以吗？我真的留不住你吗？兰斯，我是不是真的错那么厉害？我知道你没有兴趣到欧洲，现在不管我是不是错了，我都愿意道歉。我可以回答你一句话，我是对欧洲没有兴趣，可是你留不住我。你真的要这么做？我已经这么做了。好，我让你走，可是我有预感，等你回来我们会有很大的遗憾，只是不知道这个遗憾会发生在谁的身上。说了些什么？也没说什么，只说你最近很消沉，希望我能改变你。可是，我知道我没这个力量。想听你几句坦白话。哪方面的？你应该猜得到。陈爱云，爸，我不想谈，我烦得很。爸爸看得出来你在应付我们，为很多过去的事心烦痛苦是划不来的。你想的应该是现在和未来，不要认为没有了谁就活不下去。相反的，你不爱的也许正是你应该爱的，也说不定。爸，您是不是在撮合我跟陈爱云？你这是什么话呢？老五，我实在不愿意自己是那种老式的父亲，所以才想单独的跟你谈谈。跟陈爱云在一起会幸福吗？起码跟这个女孩子来往，你受伤的机会少。不要勉强自己，一辈子的事，慎重点总是好的，啊？是的，陈爱云很适合我，像我这种没有什么野心的人。娶这样的女人是对的，就像你说的，跟陈爱云在一起受伤的机会少，可以说根本没有，是不是？爸爸从没有勉强过你，不过你要记住爸爸一句话，别折磨你自己，因为你的喜怒哀乐影响着我和你妈，知道吗？结婚？你要结婚了？兰斯不是不回来，你就不能等吗？就是他明天回来，我还是会跟陈爱云结婚的。
妈的！我干嘛认识你们两个王八蛋？一个跑到欧洲去散心，一个要跟别的女人结婚，你们到底搞什么游戏啊？汤迪，我爱兰斯，这一点是我要你知道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跟陈爱云结婚呢？人有时候结婚不是为了爱。你没有谈过恋爱，正因为我对兰斯太认真，不管你给对方多或少，你受伤的程度是相同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，你叫我失望。也许对，也许错了，不管是对或错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乔大神，乔大神，你出来。我接到你要结婚的消息。你开口问呢，为什么被叫出来挨一巴掌？我该谢谢你没有在我父母面前打我耳光。这一巴掌让你更清楚，娶了陈爱英你绝对不会后悔。你非常聪明，像陈爱英那种不会甩男人耳光的女人非常适合你。可是乔克城，我要告诉你，在我沙兰斯还没有宣布跟你乔克城停止来往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容纳别人。你跟陈爱云的婚期还有几天？20号，还有一个礼拜。帖子发了？发了。好，现在你听着，马上取消，明天我们公证结婚，12点以前你把这件事情办妥，12点半我在法院门口等你。等一下，从现在到明天中午你有12个小时的时间，办不到吗？我很累了，我坐了一天的飞机。你认为12个小时足够吗？足够去向亲友解释，足够去伤害一个女孩子，再同时去治疗她？12个小时足够推翻好几十个12小时决定的事吗？明天中午12点半我不会去法院。我没听错吗？你不会去？我不会去。我没听错是不是？乔克臣，现在你听清楚，你不去伤不到我，因为我会去，会有别人跟我去，而且一定在你跟陈爱云结婚之前。你失望了是吗？世界上的男人不只是你一个，条件比你好的有一大把，我可以随便捡一个。你以为我一定要你吗？你要知道一件事，都是你甩掉我，是我先甩掉你的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从木瓜树爬上来的。请你出去。我一定要跟你谈谈。你凭什么？汤杰说你19号结婚。哼，没错，比起你他要可爱多了。你爱他吗？只是做给我看的。兰斯，不要花那么大的代价。19号你满足了你的骄傲与任性，19号以后呢？你想到那是一生的痛苦吗？痛不痛苦与你有何相干？不要拿结婚开玩笑，这种痛苦长了没有意义。兰斯，我请你取消19号的婚礼。闭嘴，乔克臣！你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，20号你能改变吗？叫陈爱云不穿白纱礼服，对所有的亲友解释，和对你的父母说，你仍然要杀兰斯。兰斯，我比你苦，起码你可以找唐吉诉苦，你能抢在19号结婚报复我。可是我呢，完全孤立的，没有人能帮助我。
你毫不在乎我的去了欧洲。我从来没有对一件事情灰心到这种绝望的程度。别以为你受伤了，我的伤痕比你更重，因为我爱你。不准提爱这个字，你是个对爱情没有勇气的懦夫。走，带着你不敢冒险可怜的性格走出去。出去吧，希望陈爱云能欣赏你这种丈夫。是要跟你们谈，深更半夜的，什么事这么急吗？我老五，你这是怎么？20号的婚礼我要取消。20号就是大后天，老五，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你先睡，我和老五到客厅谈谈。哎呀，我哪还能睡？你叫我睡得着吗？老五啊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你不是……好了好了，着急无济于事啊。外边聊。好了，老五，现在把你的意思告诉我。我爱兰斯，我没有办法。你认为合适吗？不合适，我很爱他。那陈爱云呢？很合适，但是我不爱她。我们取消婚礼，比你早一天定了日子的兰斯也能不嫁吗？她是嫁给我看的，比我娶陈爱云的理由更悲惨。老五，说老实话，我是不希望你这么做的。你既然决定了，善后的事由我来办。陈爱云那儿，你要自己去。对于一个等着做新娘的人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。谢谢爸爸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。好。把所有发了帖子的电话找出来，明天我去陈家，酒席赶快退掉。老五疯了，你也跟着疯了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你要我怎么向亲戚朋友们交代吗？来坐。安云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谈。好，你等一下。公司给我2个礼拜的婚假，老板送我的贺礼我觉得太贵重了，但是他一定要我们收下，还祝福我们美满，后天他会来参加婚礼的。安云，后天的婚礼我要取消。我一直爱他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想骗你，勉强结婚我不会给你带来快乐。可以对别人说，你不想那么快就决定一辈子的事。我很对不起你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请相信我，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。我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太天真了，我比不上沙兰斯，就不该做这种梦。
阿云。将军。哎呀，年纪大的人呢，学什么都不行了。哎，谁说你年纪大了？是你不熟就是了。你走这个马，挡住我的炮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你休息休息，我去开门啊。好、哦，蓝斯啊。爸爸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会是我？你妈在里面，快进来吧。哦。妈，蓝斯。这孩子到欧洲绝不给家里写封信，我跟你爸爸一直在担心，怕你过不习惯。佩蓉啊，兰斯开了很久的车，一定很累，你让他先歇一会儿，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嘛。我赶回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们，我要结婚了啊！兰斯，恭喜你，克晨这个年轻人不错哟。我要嫁的人不是他。婚礼决定好了，明天在台北举行。如果爸爸有空就来，没空就算了。兰斯，你不是跟克晨一直都很要好吗？怎么突然跟别人结婚呢？没有了爱，跟谁结婚不都一样吗？这个家能到今天，那是你妈妈对我的谅解和宽恕。不要轻视爱情的力量。没有爱，你妈妈和我的婚姻早就破裂了。不管过去你怎么看我，顶撞我，你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人。听爸爸的话，对婚姻不要任性，否则最后伤害的是你自己。孩子，这件事就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吗？一切都决定了，克晨二十号跟别人结婚，我要在他前一天结婚。以后的事，谁也无法预料。我进去歇会儿。爸爸，准备一套漂亮的西装，做我的主婚人。谁啊？是我，唐杰。唐杰，兰斯在哪儿？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兰斯？哎，你睡醒了没有？你听清楚我的话没有？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兰斯？唐杰，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我要找兰斯，我要娶她。我刚刚解除了陈爱云的婚事。哎，唐杰，帮我个忙，兰斯在哪儿？你这个混蛋，你为什么昨天来找我？兰斯回高雄去了。你是个猪！你以为兰斯应该分分两两待在家里，等你取消婚礼吗？用不着取消婚礼了，陈爱云很适合你这种人，不必再给兰斯增加烦恼了。唐姐，你真的不肯帮我的忙？曹树威他活该吗？有什么理由你要把兰斯从曹树威手里拿过来？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，兰斯明天回台北，但愿你还来得及。谢谢你，唐杰，谢谢你。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，谢。曹树威也是我的朋友，算我倒霉。你是个王八蛋，你会叫曹树威杀我的。
来不及了。来了。五哥，多留点元气，到必要的时候用。嗯。老五，信心就是力量。昨晚站到现在已经够累了，不管事情结果如何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妈，谢谢你。一定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蓝斯，伯父、伯母，对不起，我没看到你们。柯晨，我们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蓝斯，有的事做错了还可以弥补过来，有的事做错了是永远弥补不了的。我对他已经死心了。你不是在讲心里的话，你在骗自己。快进去吧，其他的事情我们也帮不上你忙了。谢谢。我跟陈爱云的婚事已经解除了。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为我做什么，但是为了你自己，你应该停止这种游戏。你现在凭什么管我啊？哪一位？是我，曹树威。进来。我比陈爱云有眼光，至少我选择了一个不会顶撞我的人。但是你会对不起曹守卫。算算时间，你该回来了，礼服已经做好了，你去试穿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，现在还来得及去改。照相定在下午3点，我们得分秒必争啊。哎，乔先生，你也在这儿？树威，乔先生是来道贺的。不，我是来要兰斯取消婚礼的。啊，乔先生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兰斯并不爱你，答应嫁给你是为了赌气，赌气是一时的，婚姻却是长久的。等赌气过了，你的爱就是他的负担。你对他越好，他越感到内疚。这种婚姻对他来说不是幸福，而是痛苦。乔克森，我只知道有一个死心塌地爱我的人要娶我，其他的用不着你管。兰斯，你为什么不面对现实？这种错误的决定毁掉的不是你一个人。哼，树威，王不是还有很多事要办吗？哎，坐吧。你不为我想，不为他想，也要为你自己想。你不可能闭着眼睛过一辈子的。兰斯，你不能再错了。再错就不能回头了，兰斯。你匆匆地去。
Thank you.